好像你爸。咱们一家三口，这是要把人家给霸占了呀！他家没人。啊？中间人呢？出去了。给俏俏整那什么去了？整牙、整牙什么的了啊、嗯？你姑娘给看家呢，然后我又来的，随后你又来了。玩啥呢？我这小日子过的真到自己家造了。我不好意思不吃。你别的，你快好意思吧你？哎，真香！脱衣服到家了不脱衣服吗？欢迎回家。要装贼了，俺们一家三口在此等候多时了。我想请问一下，这都谁的呀？有你的，有我的，有大熊的。最重要的是我新买衣服了。可是我不想拍，不想拍这样的视频了。这样，我希望我评论区都是一片赞美。这我已经逆袭了。哎，谁管的？啊。你看我们家人是不是挺自觉的，姐？我们家是不是挺自觉的？相当自觉。嗯。来啥电话呀？你开始走啊！啊？你开始走啊？不对。走不咱回家呀？人问咱啥时候走了？不是手机电话一定是震动的吗？咋的了？嗯？走不咱回家呀？给人让挑回家了。啊，白恶心啦！哎，你俩亲上了吧？拍的失败，老师，啥时候教我？你看看。这张夹呢？这个我好久不练。这儿呢？这样夹上就变声音了。老师给我夹过。听的什么歌呀？拆快递还配曲现在？来，拆快递啊！这是我新买的衣服，哎，我要试穿一下。会一个什么？你别混了，我会的呢，比较成熟。也有你的快递有没有啊？兜里头都是小件的，尿不湿。女人用品，男性裤，一到快递衣裳就一起到。这个是冻干糖，冻干糖葫芦，糖葫芦我现在吃不起了，外面的5块钱一串，就普普通通的，我就买这种冻干的。一会儿你们走前拿点啊。这是平凡之路吗？这个，嗯。跟你的声音不一样是吧？我感觉他俩这不一样啊，他这个发闷，知道啥吗？你不信我求了。小曼，我那天见你直播呀，太可怜了，连个指甲都没有，那就买个指甲。好像你不用似的。我家有啊。好，那我感谢你。你爸买的鞋垫到了，大乔，你鞋垫到了。哎呀，这鞋垫挺厚呢。哎呦，我都拆完了。哎，可以啊，姑娘，现在躺着。不错不错。这是你买的。可以给别人伴奏了。那个、你是不是一点都不在意我拆这些东西？你们想看我穿衣服是吧？没有，我们看我姑娘弹吉他呢。穿那衣服了吗？吃好吃的了啊。吃好吃的。油条。你妈妈。我们在武汉的时候吃的一种美食，给你妈都吃开心了。我的妈呀，让你们也开心开心。糍粑油条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就是油条上面搁的糍粑。那个啥味儿啊？相当的好吃，挺好吃的，挺甜的。先放一边吧啊，有点不信。咱们还是来最期待的环节吧。我不期待了，我。大乔，你还有新买衣服？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啊，咱们下期见。非得逼我暴露一下我姐，我本来寻思衣服不拍了，结果你看这件衣服呢，实话啊，是我姐买的，给自己买，还在直播间抢的，结果一来你看我姐夫穿还大呢。
不是，号我们给我发错了。挺阳光的，姐夫留下，啊、姐夫你说。姐一米八，131斤啊。挺好看的，是不是？好看。回到20多岁的小伙子，对，贼年轻显的。不看脸可以。我当时买的时候也是觉得白一斤的显年轻。给我买的呀。啊。那图案不太喜欢。哎呀，主要是那图案。主要图案好看，留。后边没有啊？小李子，你要不要？那屋里还有一家。咱俩情侣的。咱俩情侣的。行不行？一人一个，干活穿。